후 호이포이 호이포이 快来订阅吧。 鲨鱼妈妈，鲨鱼宝宝，我们的邻居需要我们帮忙照顾一下宝宝鲨。今天宝宝鲨就和我们一起逛海底集市吧。哇，太好了！宝宝鲨，你好啊！哎呀，听说这个集市里面有各种玩具和美食呢。宝宝鲨，我们快进去吧。 那边有好玩的玩具。鲨鱼宝宝和宝宝鲨不见了，两个小朋友跑到哪里去了？快去找找看吧！哇，爸爸妈妈，你们看，爸爸妈妈，啊，爸爸妈妈怎么不见了？爸爸妈妈，朋友们。 我和宝宝鲨走丢了。哎呀呀！哦，宝宝鲨，别哭了。朋友们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怎么样才能让宝宝鲨不哭呢？是剑鱼，它可以帮忙吗？别哭了，我这有一根棒棒糖，我还有好多糖果呢。 快跟我来吧！哎呀，不可以！爸爸妈妈说不可以吃陌生人的食物，快走开！哼！是电鳗，它可以帮忙吗？小朋友们别哭，我是电鳗，你们是不是和爸爸妈妈走散了？我认识他们，我知道他们在哪儿。 我带你们去找他们吧。嗯嗯，快走开！我们不会和你走的。爸爸妈妈说了，不可以随便跟陌生人走。哼！是章鱼，它可以帮忙吗？朋友们，你们好啊！哦，小宝宝怎么哭了？看我的！噔噔。 可爱的气球送给你吧。哎呀，哇！谢谢你，章鱼先生。找不到爸爸妈妈了吗？你们可以去走失儿童服务中心那里看看。谢谢您，我们要赶快去找爸爸妈妈了。拜拜。爸爸妈妈在哪里呢？他们是吗？ 哎呀！哦不，这不是，宝宝鲨，这是琪琪的爸爸妈妈。那是他们吗？哎呀！宝宝鲨，这是我好朋友雷恩的爸爸妈妈。嗯，是不是他们呢？看起来非常像。 宝宝鲨，他们一定是爸爸妈妈。哎呀，爸爸妈妈，你好啊，鲨鱼宝宝。啊哦，原来是表哥表姐。你们怎么在这里？我们和爸爸妈妈走散了，找不到他们了。不要着急，我们想一想谁可以帮助我们吧。 是医生吗？不不不，生病的时候才看医生。是消防员吗？也不是，消防员是扑灭大火的。是保安，他一定可以帮助我们的。啊！我是蓝鲸保安。 大家的安全由我来守护，小朋友们，你们怎么了？蓝鲸先生，我们和爸爸妈妈走散了，找不到他们了。小朋友们，请不要着急，我来帮你们找。鲨鱼爸爸、鲨鱼妈妈、鲨鱼宝宝和宝宝鲨在服务中心等你们。听见广播后，请速到服务中心。 哦，他们在服务中心，我们快去找他们。嗯嗯。
鲨鱼宝宝，宝宝鲨！爸爸妈妈，太好了，你们都平安无事。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，鲨鱼宝宝，下次可不能再乱跑了，太危险了。出去玩的时候一定要跟紧爸爸妈妈，拉紧大人的手。嗯嗯，我知道了，妈妈。谢谢你，蓝鲸先生。哈哈，不客气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宝宝鲨肚子叫了，你一定是饿了。来，宝宝鲨喝奶吧。蓝鲸先生，我们要继续游玩了。鲨鱼宝宝要注意安全哦，拜拜。我会注意的，拜拜。拜拜。阿啾，阿啾。鲨鱼宝宝，今天邻居阿姨有点忙，你可以帮忙照顾一下宝宝鲨吗？当然可以，没问题。嗨，宝宝鲨，好可爱的小宝宝啊！今天由我来陪你玩吧。啊，我们来玩小车吧。嗖嗖嗖！哎呀！啊啾啊啾！啊！啊！宝宝鲨，你是不是感冒了？有点流鼻涕，该怎么办呢？咦，用贝壳夹子吗？用贝壳夹住宝宝鲨的鼻子，鼻涕就不会再流出来了。宝宝鲨，我们试一试吧。啊！好，用贝壳夹住鼻子的话会无法呼吸。宝宝鲨，对不起，小朋友们千万不要模仿。我们试下创口贴。创口贴不能擦鼻涕。应该用柔软的手帕帮宝宝鲨擦鼻涕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擦一擦左边，再擦一擦右边，擦好了。哎呀，可宝宝鲨怎么看起来精神还是不太好，脸也还是红红的，我该怎么照顾它呢？想不出来。对了，去问问爸爸吧。怎么了，鲨鱼宝宝？宝宝鲨刚才流了鼻涕，脸热热的，红红的，好像是感冒了。宝宝鲨应该是发烧了，先给它量一下体温吧。哎呀，宝宝鲨真的发烧了，那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先帮宝宝鲨降温吧。鲨鱼宝宝应该选择什么呢？是创口贴吗？不是哦，创口贴是受伤的时候贴在伤口上的。那是退热贴。没错，敷上退热贴可以退热降温。位置不对哦，你回想一下，你发烧的时候，鲨鱼妈妈把退热贴贴到了哪里？我知道了，要贴在头上。哇，宝宝鲨退烧了，太好了。宝宝鲨现在好多了，要好好照顾宝宝鲨哦。我去打扫院子去了。好的，爸爸。宝宝鲨，我给你唱首歌吧。鲨鱼宝宝嘟噜噜嘟噜。宝宝鲨开始咳嗽了。咳嗽时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去找妈妈帮忙吧。妈妈妈妈，宝宝鲨刚才发烧了，
我和爸爸用退热贴帮他降了温，可是他开始咳嗽了，该怎么办呀？应该是感冒导致的，我们给宝宝沙喝一些治疗咳嗽的药水吧。好，这是医生的处方单。鲨鱼宝宝，你知道我们应该给宝宝沙喝哪一瓶药水吗？让我看一看，我知道了，是橙色药水。鲨鱼宝宝，你可以帮忙把药水倒进药瓶中吗？好，我可以。再把药水摇匀，完成。快去给宝宝沙喝药吧。宝宝沙，吃完药就不咳嗽了哦，张大嘴来吃药哦。宝宝沙不想吃药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啊哈，我有一个好主意，用果汁杯。把药水装进彩色的果汁杯中，说不定宝宝沙就愿意喝了呢。宝宝沙，你想不想喝装在果汁杯里面的药水呢？果汁药水来喽！哇，太棒了！宝宝沙终于吃药了，宝宝沙喝了药一定会好起来的。小汽车飞起来喽，咻咻咻！哇，宝宝沙看起来好多了。鲨鱼宝宝，你把宝宝沙照顾得很好，真棒！那当然啦，我可是最棒的超级小保姆哦。大家喜欢碰碰狐视频吗？最新儿歌都在